卫生福利部新亚病院今日上午举办健康爱国新衣爱爸爸的活动，除了表达对爸爸的感谢，也希望透过健康的工作和检查，让每一个爸爸都可以维持健康的身体。我们现场有癌症筛检，还有以及就是有关于安宁宣导、器官捐赠宣导以及长期照护宣导的各样闯关的讲座，那希望就是可以造福民众，让民众可以获得更多的相关的医疗相关的知识。病院也安排泌尿科和中医科的医师来做演讲，跟大家介绍男性荷尔蒙伤低和更年期的问题和解决的方式，还有准备有奖征答，现场的民众都相当的踊跃。要不要谁？这位？注射跟抹药啊。注射跟抹药啊。注射跟抹药啊，好，好，谢谢你。另外，这次活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，就是在病院做志工已经30几年的翁仔某，从当年所欠的钱捐出来，替病院添购救护车一台。阿伯平常时就真有爱心，唔那是给做志工，佮定期捐牛奶粉、药珠啊等等的物资和需要的人。我希望我的儿女也是跟着我们的路走，以后也是可以做这个事情。所以大家都儿女都没有说都很乐意啊，所以我们也很高兴啊。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就有做这个事情了、啊，我们总是觉得有时候人生在世哈、啊。啊，能够能力所为，能做多一点是，大家是好了。现场阁有安排抽血检查甲闯关的游戏，透过安尼方式宣导癌症的体检、长期的照护等等的主题，希望让辛苦拍拼的爸爸知影要安怎自我保养，重视身体健康。南天新闻王立德新芽采访报道。